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。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灵动螳螂。那这场比赛依旧是六个真人两个人机了，这场比赛可以说打得非常的有意思啊。而且的话，我开局的话就决定直接是一马当先去抢第一了，咱们也不要留在后面吃什么氮气了，反正我这个飞虫那么好，咱们用一下啊。开局一马当先，这里吃到一个白盾，好看一下，那这里被超过了，问题不大。咱们这里道具没抢到，我这里直接复位啊，让前面的人你们自己先去打吧。这里吃到一个氮气，氮气用掉给自己套一个王者护盾。前面白盾空出道具槽双吃飞碟去干扰一下第一名，飞碟的话咱们有这个面罩的加持啊，飞碟能增加 0.5 秒的这个减速时间，放出水加弹这里直接双吃，咱们来一个反打，基本操作很帅啊这一波啊，看一下啊，反打命中成功，这里护盾再次扔掉，可惜只吃到一个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咱们这里王者护盾破掉，给我窃取磁碟，窃取磁碟没有吸好，咱们再给自己套个王者护盾，再拿到窃取磁碟，然后飞碟干扰第一名，咱们让窃取磁碟吸一下，看一下这里的话复位，哎，因为没吃到道具嘛。啊，又一个窃取磁铁，咱们继续往前 C 啊。有飞碟的时候其实很不错，因为可以增加 0.5 秒的这个减速时间，就两个飞碟就相当于多增加一秒，是吧？很爽，就这么算嘛。咱们放出这个超级导弹，好，给自己套一个王者护盾，看一下这里躲一下旁边啊，注意一下这个石头，看一下前面的话，咱们继续双吃啊。那么老样子啊，放出路障，然后这一波继续反打，这次的反打更加的丝滑，好，直接反打成功啊。前面的话呢有个小四步，这个窃取导弹没瞄好，有点可惜啊，但是咱们拿到一个窃取磁铁，窃取磁铁试一下，拿到拖到他的红的，这里我已经压到了，但是我想再压一下，好，这里的话拿到窃取磁铁，你以为躲在后面就安全了吗？啊哎呀，他没有想到吧，咱们窃取磁铁还可以这么搞，这里的话咱们直接啊，不要着急啊，咱们刹车刹一下，不想跑地，不想去做冤大头啊，咱们现在有个金盾，也还有个王者护盾，王者护盾破掉了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个王者护盾应该是被这个暗器的警铃给撞破的啊，所以说还是有点用。那这的话咱们有个金盾，氮气往前冲，先给自己套一个王者护盾，看一下咱们金盾还可以再摊一下，放出超级蚊子去打第一名，最后我收了一个金盾，我感觉稳了这一波金盾，但是后面好像有人吸我，我靠，赶紧冲，哎呀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我最后一波复位其实也不行了，他这个有惯性的话也没用啊，他应该也能冲到终点，非常可惜啊，但这一把确实打得很爽。好，全场第二 MVP 好像是我的吧，看一下，哎，全场第二叫 MVP 啊，还是不错的。好，再给大家看一把，下一把的话更加刺激。好的，我们来看这一把，那这一把的话更加的精彩，更加的刺激啊，看一下这一把的话有两个刺兔啊，还有一个奴车，好，只有我这一辆灵动螳螂啊，看一下开局的话呢，咱们先不加速啊，留在后面吃氮气，这里的话哎，吃到一个氮气给自己套个王者护盾，然后看一下咱们面罩依旧是带的那个星光什么璀璨啊，而且这一把我确实吃到蛮多的飞碟，说真的，这里的话我本来想复位再吃的，后来想想算了，毕竟已经是最后一名了，吃的话也给我氮气没有任何意义啊，看一下啊，现在我的话处在最后一个集团，但没关系，这里直接双吃，放出超级蚊子，超级蚊子是命中了，咱们这里又拿到一个飞碟，哎，飞碟去干扰一下第一名啊，有这个面罩的加持呢，增加 0.5 秒的减速，好，这里的话咱们看一下，目前的话我处在第四名，这里的话双吃又是一个飞碟啊，飞碟再去干扰一下第一名，氮气往前冲啊这一波，那这里的话呢咱们又是一个飞碟，哦，这个领跑肯定爽死了，被我这个强化版的飞碟肯定爽死了啊，好，这里又是一个飞碟，哎呀爽，然后这里来一波帅气的反打，看一下这波的话咱们粘氮气粘这个周瑜啊，哦，复位啊，哦，直接压在他身上啊，哦，输出啊，哦，爽，哈哈，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，哎呀我靠，好，这里的话咱们拿到一个红盾，红盾守住这个蚊子，守住这个王者护盾，但王者护盾还是被闪电给破了，吃了一个毒蚊子，然后接下来的话的话咱们看一下这个窃取导弹射谁，看谁不爽，来，就周瑜你了，就射你了啊，好，咱们这里的话磁铁往前吸，又有一个大魔王，大魔王真扔掉，看一下咱们这里的话碾压氮气，准备碾他，稍微压碾到了，哎，不错啊，闪电闪一波，手里这个窃取磁铁稍微先留一留，比赛是来到最后一圈，这里吃到一个路障，路障放出去，看一下，咱们这个这里，哎，撞了一下这个路障，问题不大。这个路障好像是我自己放的啊，哈哈，我放出这个闪电，看一下，咱们这个窃取磁铁肯定想办法留到最后了。
这里的话什么都没吃到，但是我也不复位了，复位的话会浪费这个时间。那但这个第一名好像是刺托，他领跑 领先很多了，咱们赶紧追啊，看一下这个磁铁能不能吸到他。看一下这里磁铁能吸到他，护盾守住闪电，然后氮气往前冲。这里的话我还稍微杀了一下，因为我想跟他保持距离，但是有点没杀好啊。但这么大磁铁往前吸冲啊，我靠，差一丢丢，差一点点，可惜，非常可惜啊。最后这个刺兔也没有人打他，真的是醉了啊，也是没有人打他。但凡有什么超级导弹超级蚊子的话，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全场第二，好像 MVP 应该是我吧，看一下。哦，第三名是个奴车。好，全场第二加 MVP， 好，给我是吧？那女朋友也给我吧，好吧，老婆也给我吧。行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。好，各位，拜拜。